主人问电话的。立正坐好，立正趴好，立正坐好。狗狗是坐着吧？欢迎小梦，晚上好。第二哥哥，今天是五芒星黑色的蝴蝶的五芒星兑换。扶摇的那个扶摇九霄的垫子很多，你要试试吗？谢谢赌中。小梦的紫水晶卡和蓝水晶卡，哦，谢谢狐狸，谢谢狐狸的粉丝牌，谢谢天蝎先生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，好久不见，
来睡觉吗？今天是精灵女王哦。哦，你讨厌精灵耳朵？
Thank you.
厉害。谢谢。哎呀，没水。嫂子吃米线了。去看一波脚，还带上流氓那个男车。五芒星腿环，没妙，就喜欢小狗喝水。觉得嘴唇快裂开，这两天天气比较干，快霜降了，快冬天了，兄弟们，喜欢我就点点关注，谢谢苑哥哥的星火万家，睡觉晚安，行色。
刚才，渊哥哥还是继续当自己的缆车战士，而是山东挖掘机，山东而是挖掘机。Hello， 欢迎玉谦哥哥，晚上好呀。水哥哥替苑哥哥当了一回缆车战神，开心开心开心！苑哥哥被抽出来啊，六！为了这个，就我们开一波机哦！我真服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回本回本回本一点点，回来五十吗？不对。你是几抽出的呀？哦，十连抽。你看我们玉清哥哥就专抽甜蜜礼包，就抽甜蜜券。Hello， 晚上好。今天是五芒星的腿环。三水哥哥替苑哥哥抽中的空中缆车，兄弟们，给大家白嫖看酒。谢梦恒，晚上好。谢谢玉清哥哥星火。抽了个那个叫什么？天气万象1000的那个扶摇的，别催了，高能来了。
好呀，图图。躺平躺平，晒太阳。对啦。
有点累，这个。迟到了，今天不对劲。还没听到说吗？你来的晚，星星给你听啊。
流氓都趁我不在，我爬树去了，昨天，然后他们在抽我，我都不知道。好好看，今天是精灵女王，五芒星退换，晚上好。给大家白嫖看剧，五芒星退换。
谢你们牙牙哥，谢谢四四七的粉丝牌，是你吗？啊？怎么就不是我？来早不如来的巧，这个 ，Hello， 欢迎来，又是你，而每天来催更的一定是你。欢迎罪过，今天正忙，今天没带防走光三件套，今天没有带。幼灵狗巴没有，狗巴没有，这啥呀？啊，你说抽扶摇抽的？牙牙抽了多少扶摇呀？抽了几发？你是单抽的吧？谢谢三十哥哥的星火万家。牙牙，你是咋抽的呀？三水哥哥多伤心呐、啊！命！刚才是二十抽，单抽的。哎呀，你这话太扎心。听个孔雀语，谢谢百毒不侵，晚上好啊，百毒不侵。